麦西。在表演的时候呢，他们一定是面露狰狞，啊，杀气腾腾这样一个精神表现。其实它是一个民族的特色舞，在这个比赛之前长够士气的这样一个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舞蹈。中国队的快攻反击，我选择自己上。看罚球怎么样？啊，一罚命中。十号推进。球。好了，那就更好。好，看中国队的快攻反击。郭浩文，他是怎样的表现？郭浩文，加油！郭浩文这个突破，他节奏非常的好啊。九六，他是一名前锋，啊，目前他已经得到11分。好球！郭浩文推进。想选择独自进攻这样的一个手段。我们看六号的罚球怎么样？在现场观众的大吼之下，这球居然没罚中，出现了一个空档，有一点慢半步的感觉。中国队一个抢攻抢断。压一下节奏，不着急，因为现在中国队领先。中国队这会儿一定不能失误，对，差一点点，稳住。我们就要看我们这个年轻的明星后卫。好球，全场两进三分。进攻。好球！